求素心为念力啊，素方为观力，大地为现金力，为智能率气，愿能因智发真正大法方式。希望大家把这个素心更加用心啊，明确谨记，因为对咱修行者是一项真大的功能，所以爱用心，这素心为念力，素方为愿力。素心啊，第一就是信心，信心爱真深啊，这信心每一篇啊，都有提起了信，爱深，所以因为信为道源功德妙啊，是众行之源，信奥真如之法，咱若有信，佛陀啊，用心人间啊，要甲咱人人讲，人人有真如本性，人人可成佛，人人本觉真如，依佛不增不减。佛陀真坦诚要甲咱讲遮个话，但是咱未了解，佛陀才都安尼婉转呐，将小教方便方等不济啦，一路安尼甲咱接引啊，希望咱会当发大心立大愿，行入菩提大德道，真诶是佛陀诶慈悲智慧啊，安尼甲咱有。也咱那些无信心呐，无耐心呐，这遮尔远的路啊，咱安怎行过来呢？也咱那无有佛陀安尼甲咱诱引行遮远的路，大家人根本都无法度体会。真如本觉，依佛当定，根本咱都无法度了解呀。佛陀就是安尼看看，甲咱循循善诱，也咱必定爱呢，爱有信心，愿意安尼听，安尼相信，这样才坚定全心一致，众行之源，就是安尼行过来啦。佛陀教咱安怎行，咱就往着什么方向行过来。咱爱相信，爱常常抱着欢喜心嘛，信奥真如大法，相信这就是佛陀所教育行过来的路，无不都是呢发自咱内心的真如本觉，真甘愿、真欢喜去付出，
菩萨拢是甘愿做啦，欢喜受啊，这拢是菩萨的行为，那就是因为伊有信根。二呢，第二爱信佛，咱爱相信。第一是相信咱家己啊，佛陀安尼甲咱教育，咱爱相信。信根爱定互伊深。第二就是爱真正相信佛，佛陀啊，大觉者已经呢，以天地合一啦，天地宇宙之间，所有万物真理啊，无不都是佛陀通彻了解啊，佛心啊，宝塔一系，天地宇宙为一体，所以咱一定爱相信佛，相信佛。佛陀所讲的法，咱才会当信仰、相信、欢喜。佛讲的话，咱拢是真欢喜呀、啊，接受啊，信受奉行。因为佛啊，是啊，已经圆满大功德。定点结的以前，安尼一滴一滴教教，三宝成佛，这偌年长久的时间啊，成就圆满，偌年大的功德啊，这就是佛陀，咱爱相信佛圆满的人格。所以咱佛所说的话，咱来完全信受奉行。第三，爱信法啦，那就是信仰法之大利益。佛法啦，利益众生啊，咱爱相信啦。众生无明烦恼啊，苦难偏多，予伊名真悬啊，地位真大，或者是呢钱财真多，安尼个人，你讲伊有烦恼而无烦恼呢？有啊。伊的得失心啊，是愈大，位愈悬啊，愈担心啊，名利愈多呢，是愈烦恼啊。这种的得失的心，比平常人无名无利啊，无地位的人。比因呢，搁较烦恼多，所以这些有都有烦心啊，烦夫啊，无的时呢，就是烦的，无咱就一直迄念欲心啊，就是想要贪要气啊。要起就一直要求得啦，所以要求得呢，这嘛是烦恼啊，有啊啦，烦恼啊，烦恼会失去啊，为官的惊伊跋落来，名大的呢，惊伊会受诽谤啊，等等啦。这种的失心的烦恼啊，拢是叫做烦恼，真多的烦恼啊，
名称讲袂尽呐，所以才叫做八万四千烦恼。那意思就是讲，你一日的时间呐，八万六千四百秒钟，秒秒钟都有安尼的烦恼，所以叫做八万四千烦恼。这种烦恼苦不堪吗？啊，那哪有信佛呢？咱了解，啊，一切看会开啊。阿含的时代，佛陀甲咱讲啊，因缘果报观呐，了解因缘呐，该有都有啊，该无都是无啊。一切拢是因缘，那或者是呢，皇顶啊，也就是甲咱鼓励啊，爱奋斗，爱用心，人生难得啊，得了人心，闻了佛法，爱用心呢，好好把握，教教。不这是呀，佛陀就要给咱破敌执的形象，哈，一切的执着要放弃啊！法亲像伫咧从凡夫的初眼到圣人的彼眼，中间呢爱河千秋浪啊，这大河的面顶呢。需要呢，爱有德牌，好，咱来坐船呐、啊，坐德牌啊，哦，看是要坐大船，也是要坐小船，总是到彼岸去啦。你呢，爱起船呐、啊，上岸去啊。所以金刚经内底讲，法相应下。何况非法，迄、那个法是德牌啊的法吼，啊从这边爱渡到那边去，我必定爱下这个小船呐、啊，这德牌啊安尼改下去，哎上岸去啦，唔通呢挂碍伫这个德牌啊里。这意思甲咱讲，这法唔通去执着，对的法向前做得对啊，唔是呢，干那安尼修伫迄个所在，修行就是修伫法的内底哩，无想要向前前进。无愿意入灵群去，守伫家己清净的范围内，无愿意入灵群，所以佛陀开始啦，要爱叫咱下去执着，啊下去执着了后，上岸啦，啊你要安怎呢？佛陀就是讲。安心向前行路，入灵群中去。这呢，就是《法华》《法华经》啊，爱咱入灵群啊。好亲像，逐天都甲逐个人讲这类似的法，是啊，啊法类似的法啊，差不多的法。到底竟然是差不多，也咱有得到也未？咱甲咱的真如本性有瓦近也未？走入人群呐、啊，在人群中，你有法度去包容人群中呢？各形各色，因的态度。因的声色，
你有法度去包容亚伯？好，咱那亚伯呢，就是表示咱法也无入心嘛，法会当予咱入心，入在人群中，哎呀，时时欢喜呀，听到不如意的声音，看到恶色恶行，咱的心无挂碍呀，心存感恩。无好的缘呐，已经出现啦。咱爱把握因缘，赶紧去甲伊结一个好缘呐，好缘。结啦，恶缘消啦，感恩啦，在这个时刻，安尼又消了一分的恶缘，又是增长了一分的善缘啦。咱的心，那有安尼，就是发入心，用发在人群啦。烦恼有入心，咱才有法度用法在人群中啊。这是信法、信咬法之大利益，爱相信。所以第四呢，爱信精、信咬精之大行啊。咱应该佛法在人间，那无有精来传法啦。佛法要安怎会当在人间呢？所以发四品呐，佛陀呢，五万，就是爱有人愿意接受、受持。读诵、书写、讲说，这呢，责任就是爱出家的精啊，专心一致，事亲挂碍啦，专心一致呢，就是为法忘苦啊，安尼呢。在咧受持，莫非就是要把这个法传在人间？所以信咬精之大行啊！这四种呢，咱一定要深信，有信啊，才是真正咱入佛之道哦。佛法的道路要安怎入啊？所以这素信，就是咱的心心念念的力量，常常跟大家人讲，一切。在一念心啊，所以这个心的念力，才会当固守好咱的四方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。多无相，誓愿行啊！四方誓愿的力量，就是在咱
的深深的念力的内底，深深念念，这个力量呐，就是来自素性、素性力啦。这一贯呐，学佛都是爱安尼，所以大地为先经力。咱的大智慧啦，那无有这个善根力开始啦，那无法度坚定咱的信心志愿，所以为智能出去，那智啊，会当通率领咱的志气向前前进。咱修行那无志气啦。那真紧呢，这信愿行啊，啊都消失去了。咱爱有这个志气，爱有向前直冲，这就是气，就是出气啦。一口气都爱行到位去，中途不管有啥物款呢。这无名红龙啊，咱还是不受影响啊。这个志爱立志啦，修行那无立志啦，那这个志气呢，都无法度向前的冲前进。所以，愿令因志发真正大。红色，这那无缘呐，无志都无缘呐。有志则有缘，啊，这个缘呢，就会当吼引导咱的志、愿力，这是互相啊。这个志愿、愿力吼，还是呢互相为伴。安尼，予咱发起了真正大法方式，迄、那个清净的大法啊，就是伫咱人人真如本性所含藏的内底，咱的宝藏啊，咱的宝藏人人本具啊。只是咱面顶高高的无明，一点一点把咱砍掉，咱即马已经把无明一点一点开呀，真正啦一大发红色，咱会当挖金啦，开发咱的真正大发红色，立定军中。依佛心嘛，是众生呐如基础，佛有阿弥的心愿，咱嘛是同款的，爱有阿弥的心愿呐。所以这是大信力啊，所以咱会当甲佛呢共同啊，安尼共一个心，证明呢讲过去吼。那就是世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啊，自性根力，同知世人以如来供修，如来手摩其条啦。咱是甲佛呢，同坐伫一个地方，迄、那个供修呢，就是。人人依佛同定啊，本具呢，诶，真如本性，是这个大誓愿力，咱的本觉啊，是如来手摩其条啦，真诶，宽地佛陀呢，用手来摸咱的头。表示咱人人呢，本具佛性，咱人人本具实地。
所以咱的信心要好好建立吼，那根本的信啊，爱信佛、信法、信经，要好好用心呐，在四方世缘一带清净一致呀，咱应该爱好好呢发挥在人群中啊。下面接下来的文安尼讲：欲往在在处处，欲说欲托欲相，欲说欲经观所住处，皆应起七波塔，极令高空严色，不思何安下哩。一段文啊，就是佛陀呢，真用心啊，再叫着玉皇啊，再甲玉皇提醒，甲玉皇提醒，就是甲咱大家人提醒啦，在在处处啦，不管任何一个地方，那有人伫咧讲经，有人伫咧读。想或者是有人在那书写，或者是呢有经典，这部经的地方啦，这个所在都是呢这如来所住的地方啦，这就是有法身在啊。所以讲解释经观所住处，为佛之转身。经观是佛的转身呐，佛的发心呐，佛法就是发心存在。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前已经灭度了，但是伊的发心呢？还是在人间呐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也是三界导师啊，四圣诸佛，咱唔通忘记。那还是呢，佛陀的发心住世，所以只要有阿弥一大乘经典所在的地方。就是佛的发心住世的地方啦，所以是佛的转身啦。啊，哪有人若人流通啦，有是经所住处，有人伫咧解流通，那就是有这部经的地方吼。这就是叫做在在处处，只要有人安尼伫咧读诵，安尼伫咧书写，安尼伫咧讲说，迄个地方都已经呢有如来的转身伫迄个所在，这就是在在处处。就是讲经典啊，这经说经的地方，或者是伫咧读经的所在、写经的所在，啊，无一定伫啥物所在啦。有时阵咱即马大家人较无闲，咱一本经炸咧，好要出国去啦，或者是呢要去外围。办什么代志？一本经炸了呢，咱都会当安尼看。那
到处都会当呢，去甲人分享、读书会，到处都会当啊。不管你伫多一个家庭，都会当如是我闻，再去听到的话啦。来，今仔日咱再来留一遍，来讲心得，不管是张三李四的家庭。都可以呀、啊，在在处处啦、啊。不管你是读也好，上也好，佛讲也好啊。十六公主呢，敢唔就是佛讲呢？讲出了一对经典的心得啊，来甲大家人结缘呐、啊。真的在在处处。所以说经之处、读经之处，或者是书写处经之处，无所定的地方啊，在在处处啦、啊。无论伫城邑吼，就是伫都市里也好啦，或者是山川偏僻的地方。这部经所在的地方就是贵，不管你伫山顶，或者是偏僻极落的地方，迄、那个所在，那有诗有精舍，或者是有人家啦，啊，有安尼的经典伫迄个所在，伫咧公山流瀑迄、那个地方。这是贵，不是穷吼、哦。那这贫呐、啊，都不是贫呐、啊。迄、那个所在就是真富真贵，因为遐个人有修行，因为遐个人呢心真丰富，了解呢天地宇宙啊的道理呢，因了解。因真丰富啊，是书也是龙吼、哦，是真有读书学问的人，也嘛是伫咧做山做禅的人，那、啊、这拢是真富又贵呀、啊、的地方哦。阿含经内底讲明了呢，四处那一当。其他啊，就是佛所生的地方，会当其他成道的地方，会当其他转法轮的所在，会当其他涅槃的地方，也会当其他。这伫阿含经内底的吼，那这就是表示呢，这慈爱。是与佛有关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所在都会当显得，它就是显得的意思啊，这显出了呢佛的地方呐、啊，这会当传递佛事吼，哈、啊，这个所在是佛所生的地方，哈、啊，和大家人永久的知影世间有。经过了安尼个大觉者出生人间，啊、哦，这个所在是大觉者生活的地方。这个所在大觉者生活了后，初转法轮说法的地方，啊，是涅槃的地方，大觉者。一生中呐、啊，有物见证，见证伫人间，所以呢，起塔显德吼，起这个塔显出了佛的德，伫迄地的面顶哩，所以该用起七宝塔结灵。高空仰视。
亲像安尼处处的地方啊，只要是佛刚经过的地方，都拢会当伫遐安尼起塔吼，这是显德啊，决定高空严色，会真庄严，显出了呢佛的庄严。啊，这就是这本经的所在。这本经在哪位讲过，那个所在呢，都会当显得吼，佛陀经过的地方，说法过的地方呐，就可以呢，啊，是佛的专心地嘞，那个所在就会当起塔吼，是得道之处吼，也嘛是佛陀得道的地方。佛陀转法轮的地方，大涅槃的地方，这呢，拢总是显出了佛的一地方呐、啊。所以七宝塔，七宝塔呢，那就是真珍贵的塔咯。七宝、珍宝之中称吼。世间的宝真多啦，但是呢，总称为七宝啦，那就是金银琉璃、鸡鸡马肉、珍珠吼，所以称为七宝吼，所以珍宝之总称七宝，故之所谓宝者，欲有七种，就是多加念过。塔就是安放舍利的地方，就是要放佛的舍利啦。佛的舍利，那就是佛陀涅槃了后，经过了烈火，安尼化为夫啊，内中呢的结晶叫做舍利。不思复安舍利，此中有转心。这舍利啦，佛的发心啦，就是亲像佛的舍利同款。这就是啊，佛陀所遗留落来佛法的精粹啊，拢种在《法华经》的内底哩，也就是佛发心，佛的发心。也是佛的转心，伊一生中出现人间呐、啊，就是为着讲说这部经，要教导人人呢，回归如来本性。啊，回归如来本性的这条路呢，就是菩萨道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呐，就是诸经之王啊。这是《法华经》，就是佛发心的全部啦。所以呢，不思安舍利，只爱有这部经在迄个所在，无一定呢是佛的骨肤，迄、那个骨的舍利，无一定，就是。这部经所在的地方，就如同呢佛的全身在啦。所以大部分啊，讲其他吼啊，本为弘安佛之舍利，其实啊，《法华经》就是伊的全部佛陀呢一生中的全部啦。包括
伊个身躯，伊个身心啦、生命啦、身躯，甲即个一生中个性命，无不都是呢，为着来人间度众生，度众生呢，无不都是为着众生会当回归如来本性，一直到成佛，与天体合一。这是佛陀呢，伊的精神理念，都是伫《法华经》内底啦。在你讲的下里吼，即佛之坚固身份吼，经过了挥化过啦，一个留着的物件，这就是佛陀的修行啦。禅定三昧定功德所成就的，即下里其实佛的全心明啦，迄、那个精神理念呢，发出在《法华经》里吼，咱也是用心去体会啦，佛法啦，处处无不都是佛法。咱也会当了解呢，人人无不都是未来佛啦，唔只是人，诶，众生嘛是同款啦。众生啊，具有佛性，每一个动物、甲人物啊，拢是同款啊。不管什么款的动物啊，都有伊的佛性伫咧啊。啊，伫泰国，那就是迄、那个清迈人吼，啊，一个乡村人呐、啊，那就是有一个家庭。这个农家啦，啊，这个农家呢，就饲着一群真大群的鸡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鸡群的内底呢，其中啊，都有一只北姑娘、八哥，那一只鸟啊啦，啊，这只鸟啊呢，一直呢，都是伫这大群。鸡群的内底，一直呢固定对着一只鸡母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呢？有的人感觉真奇怪啊！到底呢是安怎？鸡群内底有一只北姑娘啊？那这主人呢就开始解说啦，解说讲哦，迄、那个鸟巢。掛落來一隻鳥啊，這就是北姑啦。這隻小隻鳥啊呢，掛落來的時啦，那就是這隻雞母呢，啊呢去甲伊顧顧這隻鳥啊囝吼，雞母顧鳥啊囝，啊這隻鳥啊囝呢，就安尼對著這隻雞母呢。拢伫鸡群的内底啊，啊，一只鸟啊呢，鸡母伫咧孵卵的时，伊嘛守伫鸡母的边啊，伫遐做伴。鸡母的鸡仔囝出来啊，鸡母呢，就开始爱饲鸡仔囝。有时阵啊，去加糖来互鸡仔囝食。啊，这只北姑娘呢，嘛会晓啊，去家堂解斗饲鸡仔囝，这呢是鸟甲鸡啦，安尼嘛是共为一家人啊。啊，有个人会感觉讲，啊，这实在是真不可思议啊。有个人想要去试探讲吼，那这只北姑呢？敢真正认得这只鸡母？一大群啦，鸡母足多个啊！伊敢敢啊真正认定这只鸡母？有人就故意去甲这只鸡母掠去哦！啊，这只北姑娘呢，就开始伫迄个所在啊去攻击这个人。
前前后后一直去甲拓啊，一直去甲加吼，吼，较紧紧个放倒转去啦。这啊，那主人呢去掠掠这只鸡母呢，那这只八哥鸟呢安静啦，未去甲拓啊。所以这只八哥鸟不只是会认你鸡母，伊嘛会认人啊。你唔是欺阮的人，所以你来掠伊，会伤害伊，所以我都爱保护伊啊。啊，是养鸡的主人，所以伊来掠伊，啊，伊袂伤害伊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伊，所以伊相信伊呢，伊袂伤害伊。看，这。鸟啊，都有信任感嘛，对主人有信任感，依赖伫鸡群的内底，也相信呢。啊，这只鸡是从伊幼细的时阵，安尼该顾过来，该带过来的，甚至呢，八哥啊，伊嘛会啊。讲话啊，八哥本来就会讲话嘛，会学人讲话啊。鸡啊，佫袂讲话呢，啊，这只鸟啊，佫会讲话啊。主人啊，出现的时，伊就会甲主人讲：“我饿啦，我饿啦。”用泰国话吼，讲我枵啊，我枵啊啦。啊，那无呢？那食饱呢？看到主人的，你好，你好，那这就是吼鸟啊啦。所以讲起来，这点人类甲鸟类、鸡鸟类啦、啊动物啦、甲人文呢，真正是平等啦。何况讲咱甲佛，当然嘛是平等啊。佛陀安尼甲咱讲，咱应该爱相信啦、啊，相信佛陀呢。咱即使甲伊平等呢，佛陀会当成佛，为什么咱也袂当成佛呢？会啊，只是呢，差别的佛陀伊会回归真如本性啊，佛陀呢伊。一过程修行的过程呢，伊的自愿力啦，伊回归到真正大法，因为伊入弘誓愿，伊有志气，伊开始呢，点点滴滴来生生世世，不管时间有偌长，伊就是相信，迄、那个信根呐、啊。深，信心真深嘛，所以伊会当相信，点点结晶，大通地性佛开始，他就深信不疑，信佛啦、啊，信法，信经啦、啊，这就是一路安尼地修行落来，一直到成佛，这。就是以大地圣经的吼，这字来率领这个气吼，一口气啦，绝对无有讲进个退再个进，无一口气就是向前行啊，点点结都是安尼直直行过来，这呢这款呢愿力啦，这所以伊成佛，咱相信。咱嘛会当成佛吼，有遮尼真侪呢，好予咱看，好予咱去体会。一只八哥鸟，甲一只鸡母，鸡母嘛是有爱心嘛，甲伊无共类啦。那伊嘛是看到幼细的鸟啊落落来，伊就知影生命，啊就知影去甲伊照顾。那这个。八哥大只啦，伊嘛会晓要保护
伊嘛会知影讲哦，爱对，一定爱对。伫这个积群、家群的内底，那修分分呐，爱对好一条，主人好一家，伊嘛会要感恩呐、啊。你好，哈、哦，那这都是呢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只爱咱用心信戒吧。那有朝一日，赶快，咱也会成佛，只需要咱人人时时多用心啊。